我与死亡同行。南腔上线于2011年，曾经是一位主打前中期的 ADC， 不知道各位对三条鼻涕虫的 Q 还有没有印象？后续在 S6 季前赛迎来重组，也就是现在所能玩到的双喷南腔，而贯穿新老两版的首选皮肤无疑是黑帮教父，因为南腔的弹道从始至终都是瞬发类型，能展现特效的是。